苍穹魔帝，你找死！这种人也想与我争斗，自不量力！给我杀了他们！杀！不！ 苍穹魔帝，你找死！张若晨可是明帝之子，天下第一的修炼天才，与赤瑶公主青梅竹马，从小便有婚约。他来到，我们便有救了。赤瑶妹妹，我来晚了。你是何人？我张若晨的女人也敢动？张若晨，你难道还没看出来，苍穹魔帝之所以能入侵我青帝王朝，正是我一手策划。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与他同归于尽。你们都死了，我才是最强者。 才能够一统天下，铸就我这万世不灭的基业。你好大的野心！这次若能不死，我一定杀了你。哼，你没机会。石瑶，我一定要杀了你！晨儿，你又做噩梦了。你是？我是娘亲啊。我没死。你怎么了？这是哪儿啊？这是御书宫啊。晨儿，晨儿。晨儿，你怎么了？九帝已亡，还请持瑶女皇登基，以稳民心，安天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会儿你咋还不去死啊？那会儿你还干什么？原来我真的死了。重生到800年后，云无郡国的一位王子身上，也叫张若晨。娘亲，我没事。 不用为我担心，那就好。娘，这里可是张若晨，你这个废物怎么能住这么好的宫殿？王后有令，你们所有人都搬去紫夷天殿。以后御书宫的主人为我生母萧斐，而且今晚就搬。八王子，你九弟从小体弱多病。 现在半夜，外面还下着大雪，万一体弱多病，你就是个20岁还没开启神武印记的窝囊废吧？神武印记乃神灵赐予人类修炼的资格，而你没有开启，就代表被神明厌弃。要我像你一样这样废物，我早就自杀了，活着。 也是对王室的侮辱。我求你了，就今晚。娘亲，不用求他，我们现在就走。从今以后，以前的仇我会全力讨，现在的辱我也会加倍奉还。一个病弱的废物，要找我报仇！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搬走！件事。 我让赤瑶都记得，今生也必然可以重新崛起。晨儿，是娘亲对不起你，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参加祭祀大典，这算是你最后一次开启神武印记的机会。娘亲，放心吧，这一次我一定可以成功。好，那娘等着你。晨儿，即便你开启不了，母亲也会给你最好的守护，不让你受到任何欺负。恭喜六哥，修为又有突破，如此年纪便达到黄极境大吉位。 除了七哥，怕是只有您了。八弟过誉了，我们王族血脉高贵无比，除了九弟那个废物，哪个不是天才？哈，这个废物还有脸敢再来？六哥背后说别人坏话，不是什么好习惯吧？说坏话？哼，你参加了这么多次都没成功，最后一次祭祀大典，你怎么可能获得神武印记？何必再来当显眼包呢？ 能不能获得，靠的是实力，而不是嘴。神武印记分为9品，1品最低，9品最高。咱们云武郡国第一天才七皇子，便是开启了7品印记，一飞冲天，腾云化龙。希望诸位也能如他一般璀璨。 壮我云武郡国声威！是。祭祀大典，现在开始。哇，这！一下开启这么多，真是云武郡国盛世啊！我看到还有2位达到了4品级别，前途无量啊！这个废物还想开启印记？ 真是痴心妄想，跟他那个没用的母亲一样，只会做白日梦。我前世是昆仑界第一天才，该不会今生连个神武印记都开启不了吧？真要如此，还怎么报仇？这怎么可能呢？发生什么事了？启禀王后，普通的神武印记是神灵赐予人类的，而获得神灵高度认可的印记，一旦开启便会发出异象。难道云武郡国要出现一位超级天才呀？成功了，晨儿。 你成功了！你成功了！废物撞了什么狗屎运，竟然真的开启了！20多岁还能开启印记，我不信！见过王后，大王闭关，这次大典由本后主持。国师，九王子开启的神武印记达到了何种级别？回禀王后。 九王子的神武印记并没有记录在神武印记的全册里，也就是说是1品以下的废物印记。哎呀，废物开启废物印记，多般配呀！国师会不会看错了？放肆！国师怎么会看错？既是废物，王室资源有限，我奖励你3瓶洗嘴液便是。娘娘。 开启神武印记的第1年极为重要，当年七皇子可是得了足足的12分。我儿何等天才，他这种废物也能与之相提并论。本后一向公平，天赋越高，资源越多。张若晨开启了不入流神武印记，3瓶洗嘴液已是莫大的恩宠，你别不知足。可是娘亲，我们走吧。好吧。等等，虽然九王子是废物印记，但毕竟可以修炼。3个月后的岁末大比准时参加吧。娘娘，王晨20岁以下的修炼者皆可参加岁末大比，晨儿才刚刚开启印记，直接参加会不会太危险了？危险？我云武郡国以武立国，大王更是天极境高手，害怕的话，做什么王室子弟，直接滚出宫德了。王后娘娘，来亲，不用求他，3个月对别人来说可能连舞者都难，但对我来说已然足够。 不够，从开启神武印记到成为武者，我都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你个垃圾，凭什么？你在做梦吗？八弟，这个废物可能不知道修炼有多么难吧？这倒是。九弟，既然你这么有信心，3个月后若成为不了武者，看我怎么弄死你！那就。 3个月后见，娘亲，我们走。好，哼！本后最讨厌自以为是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这6瓶洗髓液奖励于你，你好好修理。本后不希望岁末大比过后还有废物留在宫中。多谢王后厚赐，王后放心，有了这些灵液，3个月后我一定更进一步。到时候啊，我会让那个小丑。 死无葬身之地。嗯，怎么回事？服用了洗髓液，依旧无法成为真正的武者。难道这副身体的天赋真的这样差吗？晨儿，世上有129600种矿石符合1元之数，但唯独没有这种。 你留着，或许有一天可以解开秘密。难道我的神武印记与这个晶石有什么联系？试试。时空密典，哈哈哈！小兄弟不用害怕，吾乃上古至强者须弥圣僧。你手中的时空晶石是只有开启时空神武印记的天才才能激活的宝物。天才？我开启的不是连神武印记全册都不收录的废物印记吗？这神武印记全册记录的是1到9品印记，没有记录的。 有可能是不入品，也有可能是超越9品，而时空神武印记正是后者。超越9品，不错。能开启这种印记的人，从古至今，加上你我，也不过3位罢了。这样说的话，我的天赋非但不差，还特别好。这是自然。不仅如此，这个晶石空间与外界。 还有一定的时间差，在里面修炼3天，外界只有1天。3倍时间比，相当于凭空多出了2倍的修炼时间。这样的话，3个月内超越8王子，应该再也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最基础的时间加速，以后伴随你修为增加，5比1、10比1，乃至100比1都不是问题。 安心修炼吧，哈哈哈哈哈哈！多谢圣僧告知。只用了1天时间，就洗髓成功，成了真正的武者。8王子、王后，你们给我等着！少爷，林家主和林宁山小姐来了，娘娘喊你过去。好。 我想起来了，这是前身的表妹，自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过婚约。娘亲，晨儿，你已经开启神武印记，已然可以修炼。我专程派人向林府寻找适合的功法。今日林家主来此，就是为了此事。功法？开启身无印记后，必须要修炼才能成为真正的武者，还不快谢谢林家主？不用谢我，交易而已。只要你签了这份合约，功法自会奉上。这什么意思？很简单，我希望你跟小女的婚约到此为止。这是退婚？不错。 你说，你这种年纪才开启神武印记，废物一个！你觉得自己配得上我女儿吗？我配不上她。我的女儿可是6岁便开启神武印记，短短10多年就修炼到了黄级小疾风巅峰，1个月后更会参加岁末大比，有望冲击第1，大放异彩。哼！而你，废物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 我已开启神武印记，只会越来越强。够了，表哥，你这样无理取闹，只会让我更加厌烦。哦，忘了告诉你，王后娘娘已经答应我，只要我在岁末大比中获得第1，就答应我跟七王子的婚约。与我退婚，只是为了嫁给七王子。没错，七王子不仅是王后娘娘的嫡子，更是我云武郡国第1天才，而你…… 只是个拥有不入品神武印记的废物吧！原来这才是你们的真实想法。既如此，如你们所愿，我同意退婚。只希望你以后别后悔。我们会后悔？既然你已经答应退婚，那我也信守诺言。更何况是灵妃娘娘派人到我灵府亲自求娶，这本薄气功就送给九王子修炼吧。你说什么？薄气功？ 这不是林家下人修炼的功法，你给成儿用？妹妹，就这一个不入品的垃圾神武印记，就算给他再高深的功法，他修炼得了吗？说实话，就这薄气功已经算是好的了。你，九王子，想练吗？想练，那就自己捡呢。哈哈哈哈哈！ 我姐，娘亲，她林家的功法还不配我修炼。不配？你真的以为开启神武印记就是天才了吗？是不是天才？你们会知道的。那我就拭目以待，看看我们的九王子如何一鸣惊人了。珊儿，我们走。 表哥，没有实力就不要参加岁末大比，更不要奢望太多，不然只会自取其辱。到时候不仅丢自己，还会丢灵妃娘娘的脸。你记住，岁末大比，我便会让你明白，真正丢人到底是什么。修为想要进步，修炼资源不可或缺。刚好我记忆中拥有不少功法。 应该给出收不低的价格。这位客官是要参加拍卖会吗？鸡？哦，这是剑法。哼，你什么意思？云武郡国的强大剑法被各大家族所垄断，武技呢相对分散，可能啊会有点价值。你这本不知名的剑法就别拿出来丢人了。哼，我是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 赶紧走吧，以免耽误我们做生意。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啊！回禀莫掌柜，此人要出售剑法。哦，藏头露尾，不敢真面目示人。就算有剑法，怕也是偷来的。赶出去吧。是。还不管？莫掌柜是吧？我戴面具有不得已的理由，希望你看看剑法，再做结论。 若未到来，不用你赶，我也会自己离开。自己离开？你觉得侦查出来是偷的，你还能走得了吗？现在滚，不然过一会儿想走都走不了了。哼，后悔？我清玄阁从来就不会后悔。等等，林家主，林小姐，这位先生，我刚好想买一本剑法，可否？ 给我看看，先生认识我？林家家主，整个王城谁人不识？既然你有兴趣，可以看看再做决定。天星剑法，听名字还行，有点意思。这怎么可能？这简直就是绝世剑法呀！绝世剑法，爹。 你会不会看错了？林家主，莫不是开玩笑吧？我怎么会看错？嗯，先生啊不，大人，您这是何意？没什么，只是我突然不想卖了。您刚刚还说的要卖，为什么突然变卦？这样，我愿意出20万枚银币。20万，林家主这个价格是瞧不起自己的眼光，还是瞧不上这套剑法？ 大人，您说什么样的价格您才愿意出售？你刚说的价格之上再加100万。大人，您不是在戏弄林某吧？这什么样的剑法会有如此高的价格？不买就算了，告辞。一品过剑法也敢要价120万啊？咋不去抢啊？清玄阁自从成立以来，就没有一套剑法可以出售如此价格。小子，有人买就还不错了，别得寸进尺啊！我们林家主。 可不是冤大头！大人，请慢。这120万可不是小数，就算是我林家，也要伤筋动骨方可拿出。既然大人对此剑法如此自信，可否演示一番，也让我无后顾之忧？演示？如何演示？很简单，小女突破剑道神武印记，剑道天赋天下无双。如果说此剑法真如大人所说，必然也会轻松胜过。 你的意思，我与他比试。正是。剑法的威力不是问题，但我刚刚成为武者，林宁山却已是黄金小极境巅峰，真气和力量上相差108000。要是真比试的话，肯定会输；不比的话，对方也很难罢休。怎么，你这是不敢？不敢？笑我？我只是不愿意伤人罢了。哦，大人此话何意？我的修为早已突破黄极境，只凭真气便可碾压一切。 就算剑术普通，这位宁山小姐也无法抵挡。那大人可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样吧，我与宁山小姐皆不用真气，只凭剑招比试，如此既可分出高下，又不伤和气。好，如此甚好。然而还不向大人领教，请吧。宁山冒犯了，不知大人的剑呢？对付你。 何须用剑？好，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凭一根鸡毛掸子胜过我这个剑道神武印记的绝顶天才。天才，我就让你看看所谓的天才如何不堪一击。凌家剑法，天心剑法第一式，天心落雪。 不用真气，一招击飞拥有剑道神武印记的山儿，这剑法也太阴欠了吧！如此绝世剑法，在我清玄阁拍卖，我竟然没要，哎呀，真是眼瞎！完了！如果给老板娘知道这样的剑法我没认出来，让林凤仙捡了漏，肯定会把我打死的。我不信，一招都挡不住。 看来你这个所谓的剑道天才，不外如是，还不退后。大人，您的这套剑法比你之前所述还要强上100倍，胜过我之前见过的所有剑法。我决定怀了。现在不怀疑了，再无半点怀疑。这是武士钱庄的贵宾卡，和银票一样，可以储存银两，120万已存入其中。还请大人将剑法。 赐予辱人者，人恒辱之。想买啊，自己捡起来，我就卖你。好，我捡。山儿，有了这套剑法，再配合你的剑道神武印记，岁末大比一定可以脱颖而出，无人能比。之前赢过我的，本来就不多，这次碎末大比的第一，我灵应山拿定了。不错，大人，我等就先行告辞了。善儿，走。拿定？那可不一定。林家主，那个这位大人，之前是我有眼无珠，不知大人还有剑法这类出售吗？我清玄阁愿出高价。有是有，就怕莫掌柜不收，还要将我扔出去。大人，还请您勿怪，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是我蠢，我在此向您赔个不是。不用了，我暂时不想再出售物品，不过却有些东西想要购买。这样，你先给我找50枚聚气丹、30份炼体散，外加一件趁手的兵器，我以后就会考虑继续在你这出售。好，好。 大人稍等，我这就给您取来。大人，您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原价8万银币，您作为贵宾6万枚银币。至于兵器嘛，是老板娘在掌管，需要通知她才能出售。你说的是那位嫁了7个老板，全被克死的神秘老板娘？这位大人，还请不要乱说。 克死老公，奴家的名气已经这么大了吗？克死老公，奴家的名气已经这么大了吗？大人，你想要一柄什么样的武器，奴家也得心里有个数，对不？好，奴家这就让人带上来。 这就是我清玄阁最锋利的6柄剑，大人想要哪一柄，随便选。此剑名为寒月，北域冰铁所铸，长3尺3寸，重7斤8两，一剑刺出，冰寒如月而得名。此剑名为断虹，犹如切断的彩虹，胡琴大师最得意的作品，连续斩破17张羊皮而毫发无损。大人什么意思？这不够那不够，您不是来购买兵器，而是来戏耍奴家的吧？看来大人眼光也不怎么样，这剑可不是什么神兵利器，而是柄妖剑。入清玄阁5年，但凡想要购买者，皆为其所伤。 乃不祥之物。不错，这柄剑是很锋利，材质也很特殊，但就是如此诡异，别说想要触摸，连靠近都难。大人还是别看了，咱们再选其他的吧。啊！这怎么可能？这柄剑还未碰到便会受伤，大人直接扔到手臂。 却不伤分毫，这陈哥，这柄尘渊是昆仑界唯一一块造化神铁打造而成，能吞噬提炼其他兵器，提升自身品阶，送给你了。好剑，800年了，神王剑也亡，既然我重新活过来了，剑也该重生了。尘渊，我会让你洗尽铅华，重现光芒。 老板娘，就这柄了，多少钱？这柄剑遇到别人都会割伤，在你手里就乖巧异常，看来是与大人有缘。既如此，奴家就把它送给你了。多谢老板娘，今日东西据以齐备，告辞。大人，今后可要常来，奴家肯定好好招待。老板娘，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那倒没有。 但他面对我的媚功，眼神清澈，说明精神力不弱。声音尽管压制的有点粗犷，声线却很嘹亮。猜得不错，年龄应该不超过20岁。在这个年纪能有如此实力和魄力，整个云武王城，我进一个都对不上号。需要我跟踪追查吗？不用了，3个月后不是岁末大比吗？届时所有青年才俊都会上台，看到谁拿断剑，就立刻知道了。老板娘英明啊！好，珊儿，你在剑道上的天赋真的是让为父叹为观止啊！这短短3个月便将这天行剑法修炼到如此境界，单凭你刚刚这招碎末大笔，便可所向披靡，再无对手。哈哈哈哈！那是自然，获得第一对我来说没有半点压力，而嫁给七王子还是我最想要的。等你嫁给七王子，待他登上郡王之位，你便是王妃，我们林家何愁不行？哈哈哈哈！这样看来，和那废物张若晨退婚是对的，哼，不然哪有这样的机会？哼，张若晨一个废物吧，估计现在连武者都不是。我使用天心剑法半招，便可将其击败。3个月的修炼，终于达到了黄金境小级位巅峰。这种实力配合前世的武学修为，足以纵横碎末大笔，所向披靡。少爷，你不能出去。怎么了？我要去参加碎末大比。娘娘专门交代过，不许你去。她说八王子服用了王后额外赐予的洗髓液，已然达到黄金境小级位。你要是去的话，肯定会被打死的。而且什么？林宁山小姐也会参加大比，她要是看到你去的话，必会让你难堪。娘亲的好意我心领了，今日我既敢去，自然有能力让她的所有担心全都烟消云散。琪儿怎么没有来啊？大王，半个月前琪儿派人送信说不回来了，以她的修为，考核着实没有意义。琪儿不来，这比赛未免少了几分期待。回禀父王，七哥不参加，九弟可以参加。若尘，不错，若尘3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了神武封印，并且要来参加岁末大。大家都到了，父皇也到了，那个废物怎么还不来？是没有当上武者，害怕不敢来了呀？啊！八弟说的有道理，岁末大比有比武环节，这么短的时间内，连你都达不到武者。更何况那个废物，哼，怕死逃走，这不是最正常的反应吗？答应的倒快，事到临头就认怂，真是不要脸。知道危险却临阵逃脱，林妃，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吗？成儿修炼的时间很短，是我不让他参加的。往后娘娘若是责罚，罚我即可。晨儿，别怪娘不让你来，而是针对你的人太多了。娘亲挨点骂不要紧，只要你能够平。大王在这儿，自有大王的处置。只不过承诺在先，却因为危险而不去遵守，这算是逃兵了吧？不知道逃兵该如何处置的？一律处死，以儆效尤。大王，王后说的没错，答应参加却不来，一点担当都没有。这样的人不配做我云武君王的儿子。谁说我不来？谁说我不来？晨儿，你怎么来了？娘亲，你放心。这样吧，一会儿无论你与谁比试，都直接认输，千万不要与其争斗。娘亲，我既敢来，自有办法对峙。可是，参见大王。开启神武印记之后，确实气度不凡，不错，九儿。你可是要参加今年的岁末大比的？自然。九弟，你真要参加呀？你抱的什么打算？上台直接给人跪下认输啊？你放心，谁先认输还未可知呢。表哥，没实力要认，嘴硬可是要吃亏的。我嘴硬？难道不是？我至于你退婚，对你打击很大。你若是想通过大比来证明，那大可不必。你想多了。不用嘴硬，我只是可惜，不入品的神武印记只开启了3个月，能有多大成就？你若是不听劝，大比之后，你就会知道废物和真正的天才差别到底有多大。你的意思，你是那个天才？当然，这次大比，我会成为最耀眼的那个。而你会连连失败，成为彻底的废物。你，我，终究是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人。的确是两个世界，但具体如何，拭目以待。时辰到，岁末大比现在开始。大比开始，我与王后在此。 期待你们的表现。是。九儿，你刚开启神武印记，能够参加已算不错。不要强求名次，成绩对你丝之无益。晨儿，听大王的话，你已经可以修炼，只要时间足够，早晚都会变得越来越强。不要急于一时。林妃，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王族子弟当率先表率，如果人人都畏手畏脚的话。 那岁末大比又有何意义呢？王后娘娘言之有理，既是大比，就要拿出足够的实力，展示一年的修炼成果。九弟若是害怕的话，还当什么武者？不如回屋绣花。九弟这软绵绵的身材，还真适合刺绣，怕不会无师自通，自成一派。堂堂王子真要绣花，王室真就丢人了。 放心吧，这次大比我会拿出全部实力。拿出来又有何用？你拿得起剑吗？知道什么是剑法吗？哎，宁山姐，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他一个不入品的神武印记，怎么跟您这剑道神武印记相比呢？跟废物谈剑，等于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你好了，国师已经在比试台等候，你们几个都过去吧。是。 晨儿，你尽力就好。娘亲放心，今日我就让那些嘲笑过、欺负过我们的人，全部付出代价。岁末大比乃是云武郡国一年内最重要的赛事，凡是获得前5名者，方有资格进入蛮神池修炼。蛮神池，不错，蛮神池乃王族最珍贵修炼场地，是历代强者花费数百年时间精心打造而成。 每年只有最杰出的强者方可进入，而你，废物神武印记，而且只修炼了3个月时间，我看还是别妄想了。不错，蛮神池拥有无数蛮兽精血，进入池中修炼，对经脉体质都有极大的提升，不是你这种废物有资格觊觎的。有没有资格，过一会儿便会知晓。表哥，别丢人了，前5是你该考虑的事吗？ 是不是我考虑比过才能知晓？真是无可救药。好了，我现在讲一下大比的规则。岁末大比共分2轮，第1轮力量考验，在我身后有大小不一的10对10盘，最小的100斤，最大的1000斤。各位参赛者，谁举的重量越大，谁的分数就越高。第1位林家林宁山。多说无益，睁大眼睛看好了。 我的实力对于你来说宛若云端，可望不可及。你泥坑里的咸鱼罢了，即便开启神武印记，也永远翻不了身。你说那位买断剑的高手会是哪一个呢？能拿出天心剑法，说明地位不低。20岁以内，在王城有此地位与实力的有6、7、83位王子，7王子不在，就只剩2人了。不对，还少了一个9王子。 老板娘，你有所不知啊，9王子3个月前才开启神武印记，还不入品级，这么短时间内想成为武者都难，怎么可能是那位大人？也对，看来只能等到比武开始方可知晓。只是我总觉得，并非是6王子和8王子。秦雅小姐能来到王族武场，还真是出人意料啊！原来是林家家主，失敬。秦小姐客气了。 林家2小姐不仅长得漂亮，天赋还高，也难怪9王子一直追求。就凭她9王子的资质，再让她练个100年，也比不过山儿。再说山儿已与她退婚。退婚？正是。岁末考核之后，山儿就要和7王子订婚。9王子，哈哈哈哈，小梁小丑的痴情妄想罢了。与9王子退婚，和7王子订婚。 有意思啊！老板娘，林小姐已经选好试盘了。那表哥，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如同天堑，永远都无法逾越。哇，好！哇！哇！随手就举起1000节，太猛了！这才20岁，就这么厉害？这林家又出了一位天才啊！女子肉体和男子不能相比，单手举起1000斤，修为不知达到何等境界啊！以他的天赋跟吉尔比，应该也差不多吧？大王，臣妾也觉得他十分优秀，有意让他与七王子订婚。哦，以他的家境和天赋，倒是配得上妻儿。 不过，本王听说他跟九儿好像是青梅竹马，有婚约。他们已经退婚了。以林宁山现在的天赋，又怎么能看得上九王子呢？嗯，以他现在的天赋，给妻儿当个小妾应该不成问题。这个婚事就这么定了吧？是，大王。宁愿给别人做小妾，也不愿意做你的正妻，晨儿。 是娘亲无能，让你受委屈了。灵令山最终成绩1000斤，下面有请九王子张若晨。好戏来了！短短3个月就想到达武者，做梦！这与其出来丢人，还不如不来参加比赛呢。这，哎，又是这个窝囊废，小心点儿，别被巨石 砸折了腰，你还是担心自己就好了。我刚刚举起的重量你也看到了，好好努力，早晚也会达到。而现在，你踏踏实实修炼，别去想那些求而不得的美梦。你的意思，1000斤重量我无法举起？难道不是？吹牛无用，这世界讲的终究还是实力。 没实力，不仅丢自己的人，还会丢林妃娘娘的脸。你只要自己不丢人就行，管我做什么？你，这就是九王子，长得气宇非凡，蛮有气质的。哼，不过是刚开启神武印记的废物罢了，能举起100斤就不错了，气质又有何用？林家主的意思，他100斤都举不起来。这是自然，不信 等着看便是。哎呀，他行不行啊？这个废物干什么？难道他不举100斤的？他不是奢望想举起200斤的吧？自不量力！不是200斤，而是继续向前。疯了吧？哼，他是看我举起1000斤，也想试试。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等一下被压成重伤也是活该。哎，这可是你自己要找死啊，怨不得别人。你们眼中高不可攀的仙级，于我而言轻如茅草一般。此刻，就让所有流言终结于此。慢着！啊，我明白了，九弟果然好算计。八弟，你明白什么了？ 待会儿向你们解释。慢着，八王子，岁末大比乃国之大事，你若上前阻止，说不出缘由，是要受到责罚的。不是，我既然敢阻止，自然有我的理由。我觉得让九弟直接举1000斤石盘不太合适。哪里不合适？九弟刚开启神武印记3个月，能否举起100斤都尚未可知，1000斤石盘自然不在能力范围之内。这样做 有何问题？当然有问题！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打算，100斤都难举起，不然就试举最重的。其一，可以吸引关注；其二，可以彰显自己不是废物。就算最后没有成绩，也是举不起1000斤，而非100斤。你这样想，怎么？ 你的演技被看穿了，演不下去，还能这样操作？也不是不可能，反正都举不起来，举不起100斤与举不起1000斤，哼，这差距可太大了。是啊，这样的话，别人不会觉得他是废物，只会觉得石盘太重了。真是好算计！这种小聪明用在修炼上，何愁修为不强？用在歪门邪道，真是丢人现眼。以为这样就能吸引我的注意，可笑！只会让我更加厌恶。看来你笃定我难以举起。若是我说让你畏之如虎的千金石盘，对我而言轻而易举呢？毫无压力，你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你知道1千斤有多重吗？一头牛都难以驮起。你这废柴拿什么举？用嘴吗？八弟的猜测不无道理。如此重量，即便是我修为有所突破，也不能保证稳妥成功。难道要靠你个连武者都未可知的废物吗？为了吸引我的注意，你还真是拼尽全力。殊不知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愈发瞧不起你。你们也不信？神武印记开启3个月，想要成为武者都难，想要举起1000斤，除非啊你像七皇子那样的天才，否则啊，哼，绝无可能。1千斤啊，那也太沉了，他根本就举不起来。父王，九弟哗众取宠，没有实力，却装模作样，我觉得应该好好责罚。不错，父王，这种人必须给予教训，否则人人效仿。 岁末大比，怕会丢人现眼，贻笑大方。国师，你怎么看？八王子所述不无道理，举不起100斤与举不起1000斤，结果都是无成绩，传出去却截然不同。九儿，你可有话说？回禀大王，我并未撒谎。之所以直接试举1000斤，是因为前面的石盘对我毫无压力。毫无压力，毫无压力，这话你也说得出口？你真是吹牛不怕砸烂舌头。 既然毫无压力，何不从100斤的开始举？看你的真实实力，让我们也开开眼啊！连宁山不也未从100斤试举？宁山小姐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放眼整个云武郡国，何人不知，何人不晓？别说试举1千斤，哪怕直接试举2千斤，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反而觉得理所当然。而你，一个废物罢了，如此重量，你配吗？ 配与不配，一试便知。现在还在说这些大话，真是无可救药。秦雅小姐，我所言不虚吧？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举起100斤都难，却直接跑到千金石盘跟前，明显有意为之。我看这位九王子气度非凡，不像是沽名钓誉之辈。哎呀，秦小姐，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是我亲外甥，我岂能不知？ 说白了就是好行小惠，喜欢卖弄罢了。你执意要举1000斤，没错。试举青石，即便失败，还有成绩与名次；直上1000斤，一旦失利，成绩和名次都没有了。而且蛮神池的修炼与你就再也无缘了。儿臣知晓。既然如此，那比赛开始吧。好，父王，此等歪风不可助长。他若举不起来， 便是装模作样，为了防微杜渐，以绝后患。我建议应该狠狠惩罚。依你所言，九儿，你若无法举起千金石盘，今日起逐出宫外，贬为庶人，重则罚30大棍，以儆效尤。多谢父王。你们都认为我举不起来，若可以做到，八王子蓄意阻碍大比，是不是也同样应该接受惩罚？那是自然。 岁末大比不容挑衅，蓄意捣乱，其罪当诛。八王子，你可有话说？回禀父王，若他可以举起，我同样愿意领取30大棍，并且离开王宫。可惜，他行吗？不过是吹牛的话罢了，难道是事实吗？好，准了。张若晨，你这顿打挨定了。待会儿我会跟行刑的人说，让你 爽到极限，那你可要注意了，争取别被打死。少在这儿逞口舌之力，待会儿有你求饶的时候。大王，晨儿不会撒谎，他也不可能作假呀，大王。现在才知道后果，已经晚了。大王既已开口，自会朝令夕改。要怪就怪你儿子，明明废物一个，却总想一鸣惊人。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王后娘娘！好了，岁末大比是考验年轻一代的实力，后宫嫔妃就不要干扰了。大王，娘亲，请勿担心，我说过可以做到，便一定可。别吹牛了，届时被赶出宫外，街头乞讨，我看你还有没有这么自信？哎，到时候碰见你，我给你一个馒头，绝不会让你饿死的。一个馒头，格局太小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等九弟，我会给他一个馒头，再给他一碗水。这样的人，即便被赶出去，也是自作自受。你还妄图跟我相比，真是白日做梦！不作死就不会死，真是一群小丑嘴脸。既然你们不信，那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天才，即便只修炼3个月，千斤重也不算数。丢人的东西，现在还在装逼！你看他什么？这怎么可能？一个废物，他怎么能做到？一定是哪里搞错了，不可能，一定是假的，这就成了。他真的没吹牛，他真的举起来了。不可能，他就是咸鱼，他怎么会有千斤之力？这不可能。不好意思，你口中的咸鱼貌似翻身了，千斤重量不过如此。他要干什么？难道他想举起第2个？这不可能，这是连宁山小姐都做不到的。2000斤的重量，云武郡国有史以来的岁末大，没有人能举起来过。他这就哗众取宠罢了，肯定举不起来。九儿还真让我出乎意料，看来他真的要打破记录了。诸位，可还有话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输呢？举起2000斤还做了那么多动作，你不是个废物吗？怎么会比我还强？有什么资格比我还强？八哥，你说我试举千斤是为装模作样、虚张声势；你说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吸引眼球、博取关注；你说我的所有自信都是大言不惭、无可救药。而现在，2000斤的石盘当着你的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举了起来，这可有假？真的，绝对不假。既然如此，你是不是也应该履行赌约，责罚30大滚，逐出王宫，贬为庶人？我九弟，所谓的30大棍，逐出王室，只是说说而已。你和八弟同为王室子弟，挚爱亲朋，因为一场比赛就如此，只会让外人笑话。六哥做和事佬，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身为王室子弟，要时刻守护王室的威严，要有王室的气魄与大度，而非斤斤计较。刚才你们质疑我、污蔑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维护王室威严了？嘲笑我、羞辱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气魄与大度了？够了，张若晨，能举起石盘，只是代表你力量大罢了。野兽的蛮力更大，又有何用？你不会以为你修炼了3个月就可以同阶无敌、碾压同辈了吧？就是，有本事你3场比武过后，还能如此张狂？能不能碾压同辈，要比过才知道。我现在只求八哥能够履行赌约，还请大王做主。八二，你蓄意阻挠比赛，即日起逐出宫外，重责30军棍。大王请慢，我觉得九王子成绩不对。九儿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起千斤石盘，大家有目共睹，有何不对？自是无法作假，但是大王，这真的是他的真实实力吗？呵呵，这天才啊，自会是有所不同。这妻儿不是也进步很快吗？他一个废物，怎么能跟妻儿相比？大王，你应该听说过雄虎增力丹吧？你说的是那种用雄虎蛮兽精血炼制而成，服用后短期之内让人力量大增的禁药。不错，我怀疑他服用了此种禁药，才能一下举起如此重量。这种禁药炼制起来极度困难，九儿他身居宫中，不容易得到啊。他是不容易，但是清玄阁未必。我看那位老板娘对九王子甚是关注，以往的岁末大比也未曾见过他呀。他们俩在一起认识，确实值得怀疑。晨儿不可能用禁药，不可能的，不可能。那你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突破的武者境界？又是什么时候拥有了上千斤般的巨力？他自从修炼以来，也从未告诉过我，我并不知道啊。连你都不知道？难道他的力量是凭空而来的？成为武者，最多能举起100-200斤重的石板，千斤巨力，至少要达到黄极境的小巅峰，两者相差万里。他什么时候成为武者，你一点都不知道吗？他自修炼以来，从未与我言明啊，大王。大王，林飞与他同吃同住，都不曾知情，事实已经明了，还请大王尽快做出决断。 靠吃药才举起石盘，因此而责罚八王子。我怕以后外人知晓真相，我们王室会更加惊异。也罢，岁末大比是云武郡国1年1度的盛事，这个时候惩罚王子传出去会遭人非议。八王子，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能获得前5，之前的惩罚便可以免除。多谢父王，大王。好了，九儿。 修炼应该脚踏实地，而非投机取巧。你若真有实力，自会还你公道。好了，大比继续吧。哎呀，还真以为你有这么强的实力，闹了半天，原来是服用了药。为了装，还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真是够丢人的。服用禁药，只是为了向我证明，张若晨，你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秦老板，看来你早就知道了。 林家主这话什么意思？哼，怀疑我。先不说我清玄阁有没有雄虎增力丹，就算有，张若晨拿没拿，我岂会不知？就算不是在你们这边，别的地方也会有。不过他服不服用药物都不重要，在绝对实力面前，力量就是微不足道的一环罢了。这倒是，战斗和技巧、心智和状态。 都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蛮兽不是人类对手的原因。我同样有点期待后续的比武了，不知宁山小姐会不会和九王子遇上？遇上最好。山儿可是领悟了天行剑法，击败他，哼，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哦，我也想看看这所谓的天行剑法，到底是不是你所说的那样高明，能价值120万？同时也想知道。 这位九王子刚才展示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实力？下面进行岁末大比第2轮武力决斗。我现在向你挑战，可敢应战？既然你想丢人，那我成全你。大王，八儿说的对。 归根结底，实力才是王道。既然你们商量一致，那就开始岁末大比第2关挑战赛吧。是，多谢父王。冰火麒麟甲，我要定了。九弟，请吧。我知道你服用了药物，短时间内身体力量暴增，但是我要告诉你，打架不光要靠蛮力。 还要靠技巧。你觉得重要的东西，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技巧，在我面前同样也不算什么？多说无益，有我在，冰火麒麟甲肯定是拔剑吧？不对，你的剑呢？对付你还用得剑？这是你自己找死！ 流水剑法第1式，剑如流水，流水无痕。八王子修炼的关水剑，关水3000化成一剑，威力极大呀。这九王子赤手空拳的，他岂不是必输无疑呀？服用药物，举起2000斤的石盘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也该让他这个自以为是的东西长长记性。成儿，八儿的实力不容小觑，九儿赤手空拳迎接。 有点多大了，这是他自己找死。耶！这就是所谓的无痕，我看痕迹很重啊。怎么可能？这个废物怎么会这么厉害？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技巧。 那战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不好意思，你输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九王子获胜，还有人要挑战他吗？我，宁山小姐，还是我先来。你，不错，雄虎曾利丹的确很强，让他击败了八弟。不过仅此而已，我已找到他的弱点了，可以轻松击败。也好，给他点教训，让他明白，真正的实力靠的是修炼。 不是投机取巧。放心吧，最多半盏茶的功夫，我便会获胜归来。面对我，你也不用剑。对付你，用与不用没太大区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是不想用剑，而是根本没学过剑法。贸然出剑，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会削弱力量上的优势。 不愧是六王子，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我还真以为他实力强大，不屑于用剑呢、原来只是装模作样啊！想法不错，对付你的确还用不到剑。既然你找死，我就成全你。怎么回事啊？这六王子不是要进攻吗？怎么后退了？我明白了，六王子果然好眼力。宁山小姐，何出此言？刚才六王子说找到了他的弱点，我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是真的。弱点？张若成服用了丹药，才气力大增，但速度并未变快。六王子依仗速度躲避锋芒，找到机会进攻，方可获胜。就算六王子赢不了，他遇见了。 一样会输。想不到，短短3个月，六儿不仅修为突破，还将逍遥步修炼到这种地步，的确不错。六王子这是看穿了九王子的弱点，打算以身法取胜。比武靠的是智慧，蛮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希望九儿这次失败后可以吸取教训，踏实修炼，不要只想着一鸣惊人。九王子能在3个月就突破武者。 天赋还算不错，若是踏实修炼，即便神武印记弱了些，也能成为强者。六哥，如果你的实力就只是躲闪的话，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服用丹药只是蛮力上的增加，面对快速的身法，你只有死路一条。看我的逍遥独步剑，逍遥遨游，独步天下。张若晨，你只有死路一条。啊！ 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身法，也太弱了。九儿获胜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好快的速度！这个废物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强了？ 看来服用雄虎曾利丹不仅可以让他的力量变得强大无比，还能增加速度。不过速度再快也没用，在我天心剑法面前，这点雕虫小技根本不够看。九王子获胜，还有挑战的吗？表哥，我们之间还需要战吗？您应该知道，第一对我很重要，有了他，我才能跟七王子订婚。你直接认输吧，我不想耽误时间。既然不想浪费时间。 那你直接认输？装傻！雄虎曾利丹虽然很厉害，但是跟宁山小姐相比，根本不够看。本想给你留点面子，你既不知道珍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能将如此无耻的话说得冠冕堂皇，颜宁山，你可真不要脸！你不要以为惹怒我就有机会获胜，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这是我林家祖传兵器星辉剑，吹毛断发，锋利无比。 一旦出鞘，必饮血才能回归。你的剑呢？剑来，沉冤。断剑。对付你，断剑族。果然是他。照这样说起来，3个月前，九王子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武者了。神武印记在开启1天就洗髓成功，这样的天赋实在太可怕了。 可惜啊，修炼的时间太短了，面对林令山，怕是凶多吉少。表哥，我不知该说你天真，还是没见过世面。你拿一把断剑就要跟我比，你懂剑法吗？你知道什么是剑法吗？我应该比你更懂剑法。吹牛无用，我乃剑道神武印记，天生适合练剑，更是获得了威力巨大的剑谱。你想凭剑法赢我，做什么美梦？你说的可是天心剑法？你既已听说，就应该明白它的威力。你刚才认输，还能留点颜面，现在已经晚了。若是这套剑法，我不会输的。既你不识好歹，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说实话，你这种废物是没有资格看我使用这种剑法的。今天能看，是看在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的份上，算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天心剑法第一式，天心落雪。这套剑法，不知你会。你怎么会天心剑法？而且用的比我还好。认输，我就告诉你。短短3个月不见，九王子不仅实力暴增，还练成了剑法。看了他背后的那位高人，比想象中还要可怕。高人？不错，天心剑法能瞬间释放3道剑气，即便是云武郡王都很难拿出来。对方不但拿出，还随意出手，说明这位强者实力比起郡王都丝毫不弱。所以这位九王子一定要交好，不能出现任何疏忽。属下明白。认输？不可能，我林宁山从修炼开始就没有遇到过对手。现在更是练成了天心剑法，更不可能会输。天心剑法第二式，天心随风。4道剑气，哈哈哈！原来山儿一直在隐藏实力，接触剑法短短3个月就修炼到这种地步，不愧是剑道神武印记，简直太逆天了！哈哈哈哈哈！我看战斗就要结束了。4道剑气很厉害。那是自然，天心剑法修炼到最高境界，可以射出9道剑气。山儿才20岁，就凝聚出4道剑气，就连我都很难做到，同级别更是无人能够抵挡。的确很可怕，我同样实力也很难躲得过。这就想胜我，远远不够。九王子的实力还真是令人出乎意料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怎么能把我都修炼不成的天心剑法修炼到如此地步？一定有问题，他不可能战胜宁山小姐的。怎么做到的？如此简单的剑法，看一遍不就会了？不可能，天心剑法高深莫测，我每天苦修，用尽所有心血，也才凝聚出4道剑气。你怎么可能领悟的比我还多？看一遍就会，我不信。有没有可能你的天赋很弱？胡说，我的天赋就算比不上七王子，也不知比你这个废物强上多少倍。更何况我是天生神武印记，天生适合剑道。神武印记只是修炼资格，进步更多的靠的是悟性与努力。用不着你这个废物来教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释放出5道剑气，但是我绝对不会输的。赢可不是光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的。你不用得意，我就算败，也只能败给七王子，还不是你这个废物。这是封魔增奇丹，一旦服用，力量会陡然暴增1倍。九王子。危险！附魔增气丹虽然短时间内会提升功力，可事后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这个丫头怎么如此沉不住气？比赛竟然服用禁药！来人，把她给我拿下！大王请慢，是九王子服用禁药在先，就算林宁山服用禁药也不算违规吧？再说吧，现在正在比赛，派人过来岂不是坏了规矩？如果真的要这么做的话，咱们的罪莫大比将彻头彻尾的变成一场笑话呀！这……大王放心，林宁山他自有分寸。晨儿，快认输，你修炼的时间还短，有的是时间，能将我逼到这副田地，张若晨值得自傲了。不过今天也就到此结束吧。这就是你的最强手段，对付你这个废物足够了，现在想认输也来不及了。六道剑气，这招连我都很难抵挡。这丫头怎么这么鲁莽？万一九王子出点什么事，我们林家可就完了。太好了。 也不枉我看中你。服用丹药才六道剑气，看来我还是高估你。珊儿，这不可能，他就是一个废物。 怎么会这么厉害呀？难怪他那一招将我击败，原来宁山小姐都不是对手。他怎么这么厉害？可笑，我以为我找到了他的弱点。这位九王子果然不简单，也不枉我专门跑过来一趟。老板娘，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闭嘴！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清玄阁怎么会失去如此高明的剑法？老板娘。 当初是我有眼无珠。九王子，再怎么说，珊儿也是你的表妹，你怎么能下如此的狠手？他要杀我的时候，可曾想过我是他表哥？你不错，本王宣布，九王子张若晨获得这次岁末大比的冠军。来人！ 把我的冰火麒麟奖拿过来。是。九儿，本王把冰火麒麟甲赏赐于你。多谢大王。九儿，自从你开启神武印记后，一直叫我大王，是不是？现在该改口叫父王了。多谢父王。可恶！ 这个冰火麒麟甲应该是我的，第一眼应该是我的。这个废物怎么变化这么大？力量是服用了雄虎增力丹，可是剑法怎么可能变得比宁山小姐还要厉害？会不会与那把断剑有关系？断剑？对，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明明有长剑却不用，偏要用那把断剑，明显有问题。据我所知。 有些兵器可以提前将剑气封印其中，危机时刻再释放出来。怪不得他有恃无恐，原来是在作弊。我这就去告诉大王，把属于我的第一还回来。这个先不用。你们有没有听过武士学宫选拔？武士学宫不错，这是昆仑界超一流的宗门，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功法。 海量的修炼资源，在其中修炼，短时间内便可突破玄级乃至地级。下个月就是宫门的选拔赛。原来如此，那就让他再活一个月。一个月后，我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回禀大王。 岁末大比现在顺利结束，现在选出前4名，分别是九王子张若晨、林令山、六王子和八王子。恭喜诸位，这次获得进入蛮神池修炼的名额。那现在就随国师一块儿进行修炼吧。是。是。那我们也走吧。但凡是给妻儿产生威胁的人。 通通都给我死！你去找人，把张若晨给我杀了。是，奴婢这就去办。好雄浑的血气，在这里修炼，相当于源源不断的服用洗髓液，的确对肉体、灵魂都有极大帮助。难怪所有人都拼命争夺这个名额。恭喜各位来到这里！蛮神池的血精之力十分霸道。 若是受不住，立刻离开池水，不然会有生命之危。不过坚持的时间越长，受益越大。当初的七王子可是坚持了足足1天时间，成为传说。七王子可是云武郡国的第一天才，所有成绩都是实打实来的，不像某些人为了吸引我的注意，用尽各种花招和手段，殊不知这样只会让我更加厌恶。林静山，你自恋的样子真挺恶心的。 见过林家主，哎，里面情况怎么样？回禀林家主，满身是的血精之气霸道无比。八王子坚持了1个时辰，六王子坚持了1个半时辰。那宁山小姐呢？小姐天赋无双，足足坚持了2个时辰。哦，好，珊儿果然是没问题。哎。 对了，他的成绩算是5人中最好的吧？这个九王子似乎还在吃水中，还未出来。什么？这都2天了，这怎么可能？爹，你怎么来了？王后娘娘要商议你与七王子婚约的事，让你过去一趟。好。本以为没得到第一，王后娘娘会拒绝婚约，没想到还有结。 张若晨啊，张若晨，你就算靠作弊得到第一又如何？依旧无法阻止我嫁给七王子。宁山，你这次没有获得第一，让我很是失望。回禀王后娘娘，张若晨是靠作弊才赢了我。不管他什么原因获胜，第一就是第一。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是妻儿托人送来可以迅速提升实力的丹药，现在赏赐于你。1个月以后，你去武士学宫大比，若是能获得第一，咱们婚约继续。王后娘娘放心，我一定可以做到。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是。1个月后，我会击败张若晨那个废物，以报今天的耻辱。 这个废物，不是靠吃药才获得第一的吗？怎么这都3天了？他不会死在这里面了吧？啊！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你竟然没死！3天了，整整3天了。你不会真的比7哥还要强吧？不错，算你们聪明了一次。少在这吹牛，肯定是用了什么作弊的。我知道了，一定是雄虎增力丹的副作用太大了。 使你太过虚弱，所以你在蛮身痴呆的时间会更久。夏虫不可语冰，懒得跟你们浪费口舌。对了，你们刚才说的武士学宫是什么？告诉你也无妨。武士学宫是昆仑界超一流宗门，拥有大型灵池，灵气浓郁，只要身在其中便可进步。 在里面修行，便可获得大幅提升。1个月后，他们会来这里选拔弟子，只要身在玄阶，并且在大比中获得第一，就有机会加入其中。芷瑶已经是天下最厉害的女圣皇，修为不知高了我多少倍。想要报仇，只有成为这种超一流势力的弟子，才能更快的晋级。怎么怕了？这次考核。 可不允许作弊哦！你要是怕了，你就告诉所有人，岁末大比的冠军是假的，浪得虚名。放心吧，这次考核我会参加的。清玄阁内设有武斗场，整个云武郡国的武者都会过来挑战，参加武斗，经历生死，或许就能在1个月内冲击玄机成功。走，去看看。回禀皇后娘娘，九王子从埋神池出来了。什么？ 他居然在里面待了3天，就算有雄虎增力丹的影响，这个废物的天赋要比想象中厉害很多。不行，不能再放他这么继续成长了，否则后患无穷。青罗呢？青罗拜见王后。现在你已经突破到玄阶境了吧？不负王后栽培。很好，以你这个实力，刺杀黄极境的废物10拿9稳。你现在。就找个机会把张若晨给我杀了，提着头来见我。是。云儿，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去就来。是，殿下。 九王子确定要参加武斗，不错。既然九王子有了决定，我也就不再劝阻了。我要给你讲讲规则。对面这面墙上是天地玄黄四大排行榜，对应的分别是四种修士。如若殿下在擂台上连续赢得10场胜利，便可进入最低级的皇榜了。10场胜利，不错。连赢10场只是进榜资格，连赢的越多，排名越高。 老板娘，今天的比武名额给我留一个。你这个废物怎么也在这儿？老板娘，看来你们是真的认识。那这个废物之前购买雄虎增力丹、断剑作弊的事情，就实锤了。作弊？没错，若不是服用增力丹，他怎么可能举得起2000斤的石盘？若不是那柄断剑。 他怎么可能赢得了林宁山，获得大比的第一？九王子，你怎么看？清者自清，没什么可解释的。脸皮真厚，被戳穿了还死不认账。既然来到这里，该不会是来买东西的吧？难不成是来参加比斗？敢不敢和我比一比？九王子，要比吗？ 要是要比的话，我现在就给二位准备场地。若是赢了，也算10连胜中的一个。八王子参加过武斗赛，又获得过武斗者的称号，胜过他，自然算。胜过我？你在做什么美梦？难不成是作弊做出优越感，觉得自己很厉害？不知死活的东西！ 武斗会可不是岁末大比，擂台上只能使用擂台上面的武器，不能用自己的。既然你这么着急认输，我成全你。上次比试，我只施展出第一式就被你阻断，这一次，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最强实力——观水剑法第3式，古井。 无波，你个废物，没服用丹药，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不信！这是黄极境大极位，你怎么可能比我还要强？肯定是服用了丹药。秦阁主，我举报他作弊。八王子殿下。 我可以替九王子殿下保证，他并未服药，这是他真正的实力。再说了，就算服药，真气做不了假吧？3个月的时间，从开启神武印记到成为武者，再到黄极境大极位，怎么可能？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不行。可恶！你这个废物，就算你修为突破，我也能杀了你！天心剑法，这套天心剑法本就是九王子卖给灵宁山的。张若晨，你卖的？这怎么可能？你这个废物！我不服！八哥，如果你的实力就这么点的话，不好意思，你输了。我认输。 恭喜九王子获得武斗宫第1场胜利。他太弱，赢了也不算什么。张若晨，你别太得意，赢了我不算什么。你要想赢宁山小姐，那就没那么容易了。宁山小姐已然达到了黄极境大圆满，比你足足高了2个等级，再加上剑法，你根本不是对手。 黄极境大圆满，这么快？不错，王后娘娘将七王子送来的丹药赐予了小姐。小姐服用丹药后，修为突飞猛进，马上就要进阶到玄阶了，赢了我又怎样？到了武士学宫，你依然会输。我能赢一次，就能赢第二次。到时候等着瞧。你就这么让他走了？你的真正实力可就隐藏不住了。本来也没打算隐藏，尽快提升修为才是王道。老板娘，我现在赢了第一场，是不是也该安排第二场了？好，我这就给你安排第二场。不仅给你安排第二场，还给你安排观众。观众还是算了。虽然八个知道就等于林宁山他们全部知晓，我还是不想闹得满城风雨。武斗宫的比赛一旦开始，必然会引来很多人，我们也不能驱赶出去吧。九王子殿下若是不想展露身份，也很简单，我给你准备个面具，再找个称呼。在武斗宫，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就这么办。好，九王子稍等，我这就准备。可恶，没想到这个废物天赋竟然这么好！不行，必须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王后，一定要让王后杀了他。我一定要张若晨死！哎，这不是张若晨的马车吗？现在归我了，拜见八王子。本王子要回宫，赶紧送本王子回去。这九王子是王子，本王子就不是王子了吗？你一个婢女，下贱的跟狗一样的东西，也敢抗命？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赶紧驾车，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是。我知道了，张若晨，你肯定是得了什么了不起的宝物，不然怎么可能3个月变化这么大？等我告诉王后，杀了你这个废物，你这宝物就是我的了。这是九皇子的座驾，你终于肯出来了，太好了。也不枉费我在这儿等了你这么久。什么人敢刺伤本王子？你是八王子？听说今天这家伙要挑战10连胜，冲击皇榜。我也听说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菜鸟，我估计他一回合都撑不了。哼，每天都有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怀揣着美好的梦想，自以为天下无敌。等我这一上台十足的弱鸡。哼，有请第2位挑战者，天鹤宗大弟子聂恒。哎，我听说过这个人。22岁就达到黄极境大圆满了，这如今也该过去8年了吧？他实力确实很强，我曾有幸和他交过手，第一招都没撑住。台上这戴面具的家伙，今天也是运气差，估计第一场就败下阵来。是啊，臭小子，你现在跪下认输，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要杀我？没错，这里是武斗宫，上了台就签了生死状。你要是害怕，就给我滚下去，别在这丢人现眼。靠嘴巴是打不赢的。你找死！你输了。天涯侠客第2场胜。下一位，郝家郝时期。还以为是个菜鸟，没成想这么厉害。他已经连胜9场了，我们不会今晚就要亲自见证第一个10连胜的诞生吧？现在有请第10位挑战者林家林天成。林天成，岁末大比的第5，该不会林宁山也来了吧？这位天涯估计要输了。你能连赢10场，确实很不错。不过遇到我，今天的挑战就到此为止吧。前面的几位也跟你说出了一样的话，可惜都已经输了。这是你自己找死的，就别怪我了。天心剑法，你怎么可能躲得过天心剑法？因为你的剑法太差了。恭喜天涯10连胜，成为皇榜第28位皇榜武者，皇榜排行榜第11位。这是皇榜铁令，代表武斗宫对阁下实力的肯定，也是皇榜武者身份的象征。多谢。天涯！可恶，竟然敢说天心剑法太差！我要回去禀告宁山小姐，让这家伙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天心剑法。蠢货，人都能杀错，你是瞎了吗？我白白养活你这么多年。我也没想到八王子会乘坐在他的座驾中，才一时失察。王后娘娘息怒，下次我一定认准了再动手，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哼，下次，八王子被杀，在整个王城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这个废物肯定提前做好了防备。下次我们再动手，恐怕难了呀。那，1个月以后就是武士学宫大比，他作为岁末大比的冠军，应该会上台。让宁山去吧，他不会让我失望。是。等一下，1个宁山是不够的，把6王子也叫来。刚好7王子送来了一套杀生剑术，我要传授给他。是。9王子殿下第一次参加武斗宫比赛就入了皇榜，实力可见是比7王子只强不弱。运气好罢了。老板娘，这次武斗我感悟极多，想要再购买一些药物。想要什么随便说。只要我清玄阁有的，都给你打半价。多谢，先给我100份洗髓液和100枚天象制火丹，一共220万银两，给你打折110万。修炼果然花费巨大，之前出售天心剑法赚来的银币这么快就花完了。不过这么多丹药，应该足够我进步到黄极境大圆满了。嗯，老板娘，我先告辞了。9王子殿下可在？何事找我？回禀9王子，8王子刚被人刺杀，大王召你立刻回宫。8王子死了，找我入宫做什么？难道觉得与我有关？敢在王城刺杀王室成员，好大胆子！大王，会不会和拜月魔教有关？拜月魔教信奉的是魔神，高手众多。每个城池、每个城邦都有分舵，极有可能是他们。回禀大王，8王子不可能是拜月魔教所杀。9王子殿下如此的确定，那你可另有高见。不错，8王子是乘坐我的车驾才被人偷袭杀死，显然杀手的目标是我，8王子只是误杀。九儿说的对，拜月魔教想要推翻第一中央帝国。是持瑶女圣皇，他们志向极高。如果真是他们所为，早就派各路高手前来，而不会击杀一个小王子。大王，言之有理呀！你们都下去吧，关闭城门，继续调查8王子的死因，抓捕凶手。是。92，学宫大比的事情，想必你已经知道了。作为岁末大比的冠军，你一定要去参加。只是你修炼的时间尚短，如果遇到高手，不可意气用事，直接认输便是。多谢父王关心，学宫比试我定会用尽全力。你是说，武斗宫有人轻松破了你的剑法？对，他的实力很强，速度很快，我连一招都没坚持住。王城竟有如此强者，你时刻盯着武斗宫，一旦这位天涯出现，立刻回来禀报我，我会让他知道。真正的天心剑法到底有多强大？明日武士学宫选拔，苦修1个月，上次购买的丹药全部复用完了，修为也顺利达到了黄阶境大圆满，可以冲击玄境。成儿，其实黄阶大圆满之上，玄级之下，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境界，叫做无上极境，是远古诸神才可以修炼到的境界。一旦突破，受天地赏赐，铸无上根基。目前天下还没人能做到，希望你可以成功。是。 想要追上并超过赤瑶，必须冲击这个隐藏的境界，继续实战吧，或许就可以积极突破。再去一趟五毒宫。九王子殿下，奴家可是每天望穿秋水，只为等你来。老板娘，我今天过来想要继续挑战十连胜，可方便安排？方便是方便，只是今天突然冒出来一位高手。 从下午到现在，已经连续赢了8场了，而且凡是和他交手者，皆被一剑斩杀，无一例外。只用一剑？我在黄极武斗宫待了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狠毒的剑法，如此可怕，而且一剑刺出，快如闪电，修为稍弱的根本抵挡不住。九王子殿下，不妨猜一猜，这位高手是谁？难道我认识？ 不是外人，正是九王子的另一位兄长，六王子张密。六王子，还有谁敢与我一战？你们上次说的天涯不是很厉害吗？怎么我一来就不敢冒头了？给老子滚出来！这么久都还没出来，他估计早就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了吧？肯定是啊！哎，我跟你说啊。 找这么久都不上来，亏我还把他一直当做偶像呢！呸，丢死人了！他要挑战我？你在武斗宫连续赢得10场胜利，早就已经成为传说了。很多人过来都是为了专门挑战你。也好，让我看看这位六王子到底学会了什么样的剑法，敢如此嚣张。九王子殿下，还是先看看比试再做决定吧。他的剑法。 真的很可怕，我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六王子，我韩府来会一会你。韩府是黄极境大圆满的修士，曾经连续赢得9场胜利，差不多有了皇榜的实力。跟你比，实力也不差太多。上次和他交过手，的确不弱。如若他能接住六王子第一剑，便可保住性命；接不住，恐怕也是死路一条。一剑杀死韩府。嗯。 九王子，看看便是。既然天涯不敢冒头，我就先杀了你，练练手吧。谁生谁死还不一定呢。哼！好快的剑法！殿下，你既然已经看了六王子的战斗，不知可有把握接他一剑？他的剑法的确很快，若是20多天前。 我很难接住，现在应该不难。九王子，还是小心为好。六王子早已不复以往，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人头落地，当场身死。穆掌柜言之有理，若是毫无把握，不如暂避锋芒。反正外人也不知，你便是那位天涯。老板娘的意思，让我当缩头乌龟。九王子，从开启神无印记到现在，满打满算才4个月。 时间实在太短了，我怕现在的六王子实在太可怕了，说同级别无敌也不为过。要不然，殿下再等等。天涯呢？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剑术高手。哼，我看别叫什么天涯了，改叫缩头乌龟吧。被人这么挑衅，连头都不敢冒，真是丢人。还皇榜高手。 我建议啊，将他从皇榜上踢出去，武斗宫都得出名。一个运气好、侥幸进入皇榜的跳梁小丑罢了，怎么可能打得过六王子啊？休要猖狂，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哼，那是苏恒，皇榜排名第17位。苏恒是今天第1位皇榜强者，曾经连续获得9场胜利，实力比你也不会差太多。如若他可以接住六王子一剑，你也差不多。啊！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皇榜高手，也不过如此嘛。天涯，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赶紧给老子滚出来！乌龟，还是你来当吧。就天涯先生，六王子剑法太强，你还是小心些为好。这九王子就是不听劝，这么上去不是送死吗？这个缩头乌龟居然真的出现了。 这苏恒啊，我跟你说不是对手，我都不信他挡得住一剑。我没看错的话，你刚才施展的是禁忌武技杀生剑术吧？不仅是在杀别人，更是在杀自己。虽然可以击杀黄榜武者，可每挥一剑都会对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伤害。你既然知道杀生剑术，也应该明白，同境界内无人能挡我一剑。你学的剑法并不完整，是个残本。残本。 这是我听过最有意思的笑话。怕打不过我，想用语言蛊惑我，做梦！好言相劝，既然不听，那就让我看看杀生剑术到底有多强吧。杀生剑术第一式：斩魂。竟然躲过了第一剑。六王子第一剑都是最慢的，后面会越来越快。若九王子还按这种速度的话，依旧躲闪不掉。 而且，只是一味躲闪的话，根本无法获胜。这倒是。这就是杀生剑术，也不过如此。小子，别太张狂！我刚才只用了5成的力量。不好意思，我只用了2成。你觉得我会信吗？我告诉你，现在跪下认输还有机会活命。我一旦用出全力，就是你的死期。来吧。 那就让我看看杀生剑术到底有多强吧！杀生剑术第2式，夺魂。这也太快了，根本看不清啊！到底谁赢了？我也不知道啊，应该是六王子赢了，毕竟他排名高嘛。老板娘，这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也勉强看得出他们的技巧，但是谁赢了，我也不太清楚。连你都看不清楚。 这实力也太可怕了吧！你用了几成力？4成。你九王子，1个月不见，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变得这么厉害了。老板娘，我想继续挑战10连胜。小姐，那位天涯大人出现了。太好了！ 1个月的修炼，我已达到玄境初期。今天就拿他练手，让他知道天心剑法的真正威力。这就是天涯。没错，当天就是他一招击败了我。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不怎么样？我以为是谁口气这么大，原来是宁山小姐来了。秦阁主。 不敢当。就在刚刚，天涯击败了皇榜第6的六王子、皇榜第12的柳晨风、皇榜第9的张根树，已经连续8连胜了。不知宁山小姐何来的自信，说她不怎么样？玄极境？难道说你已经突破了玄极境？够吗？不够的话，皇榜第1韩千画的皇榜铁令，怎么会在你这里？难道说你已经击败了他？我们小姐昨日与他切磋，3招之内就将其击败。这东西不过就是个战利品罢了。3招击败，这够吗？够，的确够。这位天涯实力是不弱，但并未突破，也就是个黄级大圆满罢了。 于我而言，随手可灭。再差1个就10连胜了，太厉害了！从今以后，天涯就是我的偶像了。10连胜，他没机会，就在我这儿终结吧。是你，天涯先生认识我。宁山小姐乃王城有名的天才，在下岂能不识？只是阁下不认识我罢了。你前几日击败我手下林天成，破掉他的天心剑法，我今日特地向你请教。天涯先生该不会拒绝你？天涯先生，不要答应。林宁山小姐已经突破了玄极境，就算与她战斗，也不算皇榜10连胜。为何不算？我昨日3招击败皇榜第1韩千画，你若是能在我手上坚持3招，便可取代他的位置。天涯先生敢不敢答应？宁山小姐，这不公平！你本就是天才，您虽然已经达到了玄极境初期，却比一般的玄极境后者还要强。天涯先生只不过是黄极境大圆满，他如何与你相比？不错，黄极与玄极虽只有1级之差，但却有天地之别。你这样挑战他，简直是恃强凌弱。以强凌弱？敢问天涯先生今年贵庚？我只有20岁，若是你年龄比我大，我以幼小之龄跟你相斗，何曾欺负于你？宁山小姐的年龄确实很小，这样说的话，的确没有拒绝的理由。可是黄极境与玄极境相差太大了，天涯要输了。之前打我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不敢了？你要是真怕了的话，那就跪下给宁山小姐道个歉，要不然你就别想走。既然你这么想被打败，如你所愿，我答应你。什么？你说宁山小姐会被打败？哼，这真是我听到最荒诞的笑话！打败宁山小姐，你配吗？好，还算你有点骨气，我答应。那就开始吧。哇，普通长剑就能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剑气，难道宁山小姐已经把剑法修炼到大圆满的境界了？这套剑法修炼到最巅峰，可以释放出9道剑气，威力无穷。哎，这天涯这次输定了。看看天涯拔剑有没有剑气。还以为你的剑法有多强，结果一点剑气都没有，就这也配跟我相比？拔剑不是越嘹亮越好，剑气要雅，战斗时释放才能起到最佳效果。拔剑就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只是浪费力量罢了。少浪费口舌，使出你的最高剑法让我看看，所谓皇榜9连胜是不是浪得虚名？还是你先出手吧，不然我怕你没有机会出剑。笑话！我已突破玄极，更是将天心剑法练到最高境界，一剑刺出9道剑气，你拿什么挡？嘴吗？我自有我的办法，你无需操心。给脸不要脸，既不识好歹，就别怪我不客气。杀！天心剑法第60，天心如海。我现在的身份是天涯，不是赵如尘，不能使用天心剑法。对了，刚刚柳王子施展了杀生剑术，我也用这招吧。杀生剑术第30，密林。杀生剑术？你用杀生剑术挡住了我的天心剑法，这不可能！他怎么会七弟教给我的剑术？难道他是七弟？不对。七弟离开云武郡国时，已经突破黄境，突破了玄级，现在恐怕已经到了地级，不可能是个黄级大圆满。刚见六王子这套剑法不错，就顺手学了，现在看来还算不错。就算你学会杀生剑术，但在我天心剑法面前，你依然不够看。天心剑法第70，天心指路。剑道生物印记果然是个剑法修行，短短1个月，不仅修炼出了9道剑气，更是运用自如，融会贯通，单靠杀生剑术怕是很难获胜。既如此，那就借剑法给予的压力，冲击无上极境吧。闭眼睛扔剑，这是要认输？不过已经晚了。哼！完了，就算认输，也要抵挡得住进攻啊！一旦被击中，肯定会死的。哼，臭小子，这是你自己找死！这是什么？难道九王子的护体真气凝聚成型了？护体真气凝聚成型，最少需要地级以上的修为，而且还只是保护修炼者。我没有这种威势，我感觉我的灵魂都受到了碾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可能！你一个黄级武者，怎么能挡得住我的进攻？天心剑法第90，天心扑眉。虽不知九王子身上的虚影是什么，不过他黄极境的修为，时间一长，肯定抵挡不住。一旦虚影被破开，没有剑，没有防御，会很危险的。九王子怕是要输了。终于破开了，给我死！ 这是诸神虚影，只有大型祭祀的时候才会出现神灵显圣，但也只有一两尊神灵，这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多神灵虚影？是诸神显圣啊！诸神出现啊！跪下呀！还不跪下！老板娘，跪下吧。 不跪下，诸神不孕，到时候降罪下来，恐怕谁都承担不了。我不跪，我不信他能引来诸神虚影，我不信，我不信！小姐不要啊！一个虚影就可以让宁令山跪下，看来是诸神共鸣。难道？老板娘是什么？ 诸神共鸣，无上极境。无上极境，传说中黄极之上，玄极之下，只有神灵才能达到的特殊境界，九王子竟然做到了。回禀大王，八王子的死的确和拜月魔教无关，至于真正的凶手还在追查之中，尽快给我查。这怎么回事？ 快看，那是什么？大王，这是诸神显圣呢！这是有人突破了无上极境呢！无上极境是神灵才可以达到的境界，凡人跨入，天赋之强，盖世无双。我的妻儿都难忘其项背，想不到我云武郡国竟有如此天才！快查查他到底是谁！回禀大王，看光芒的方向。 应该是清玄阁的武斗宫。据我所知，现在正在进行皇榜10连胜的挑战。能踏入皇榜，已是人中龙凤。还有连续10战胜利，我的妻儿都很难做到。他现在挑战到第几位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9位，几乎都是一招秒杀。猜得不错，此人不但挑战成功，而且还到达了无上极境。否则，我实在猜不出还会有谁。 能有如此天资，皇榜10连胜，还引来诸神共鸣，此等天才如为我所用，我云武郡国何愁不兴？一定给我查出来，他到底是谁？真实名字并不清楚，只知化名天涯。第一次去武斗宫，便已连赢10场，获得皇榜11。这次过去，怕是直冲第一了。天涯，好名字。 给我查出他是谁，不管付出再大的代价。是。无上极境，无上极境，我儿都没有达到的境界，别人凭什么达到？别人有什么资格可以达到？青罗，你快点去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是。回禀王后娘娘，刚刚六王子用特殊途径传讯过来，武斗宫皇榜第11的天涯大人。 冲击无上极境成功，天涯，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是从哪冒出来的？这奴婢也不知道，只知道六王子和林立山小姐全部败于他手。哼，废物！他们2个都是废物。青罗，你找机会去把天涯给我杀了。还有，张若晨这个贱种，必须给我死，给我死！是，属下这就去办。 到底是什么样的天赋，才能让全部神灵得到认可？就算整个昆仑界，也能排上名次吧？娘娘，您说会不会是九殿下呀？绝无可能。成儿虽然修炼不错，但她开启神武印记的时间太短，再加上我这个做母亲的资源有限，4个月的时间很难修炼成黄极大圆满。这倒也是。对了，回头出去打听一下。 告诉晨儿，让晨儿好好结交，成为朋友，或许会有飞跃的机遇。是，云儿这就去打听。没想到修炼不足4个月的小家伙竟能走到这一步，真是让人意外。对了，天涯是九王子的事，谁都不能告诉。放心吧，老板娘，打死我也不会说的。竟然是无上奇境，看来这位天涯的天赋要比七王子还要高上许多倍。这是……难怪杀生剑术赢不了呢，输给这样的天才不远。能有如此天赋，年龄定不超过30岁。这样的话，或许就会参加50学宫的选拔。我知道宁山小姐为何会输了，能引来诸神共鸣，她怎配与之相比啊？宁山小姐刚才有多猖狂，现在就有多打脸，不愧是老乡天涯。 达到无神奇境，果然会引来诸神的共鸣。终于踏上通往强者之路的第一步了。只要等着我，待我重修13年，必让女皇下火拳。好强大的力量！我不但突破到了玄奇境，还直接达到了初级巅峰，随时都会突破。我说3招之内将你击败，现在只用了2招，最后一招你还要试吗？我认输。 不知天涯大人，婚配与否，可否进一步了解一下？了解，不错。我年轻漂亮，天赋高，只要大人愿意，我随时可以与你订婚。你不是已经答应了七王子？七王子，若是他能引来诸神共鸣，我自然会嫁。可是他没有。原来你想嫁的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人，而是天才。算了，今天不杀你，滚吧。 走吧！恭喜九王子殿下突破无上极境，顺利冲击玄级成功。啊，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怠慢过九王子，还望恕罪。如若九王子有什么吩咐，在下必当竭尽全力，在所不辞。要说吩咐，倒还真有事情要麻烦二位。我突破玄极境需要更多的丹药巩固修为，但是手中没有太多银币，不知清泉阁有没有办法可以快速赚钱？ 九王子想要什么随便说，只要我清玄阁有的，奴家都可以为你备齐。而你呢，只需陪陪奴家即可。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天涯大人应该不足30岁吧？六王子这是在调查我？在下不敢，只是想与天涯大人合作。 不足30岁，明日便可参加50学宫选拔。只要在比试当中帮我杀一个人，我愿支付100万银币。100万银币只为杀人，谁值其价？九王子张若晨，他不是你的弟弟吗？一个喜欢作弊的废物罢了，不配当我弟弟。也对，自古无情帝王家。 兄弟相残也不算什么。既然如此，何不亲自动手？我这位九弟啊，有些古怪。我上次大意被他击败。再说，若是父王知道，必定会惩罚于我。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天资无双，杀一个废物，父王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怪罪你。是有几分道理，不过我不同意。天涯大人，先别着急拒绝我。 只要你愿意，我愿现在支付100万银币。刚好缺钱，既然他想送，也不失是一次机会。不过不能这么便宜。当众击杀一位王子，虽然不在话下，却也会得罪郡王。100万银币太少，1000万银币我便应允。1000万，不错，拿不出来，此事作罢。天涯大人，这件事我一个人决定不了，需要回去商议。明日。 便可给你答案。若是同意了，50学宫选拔赛给我即可。好。你说，你已经邀请天涯去杀张若晨，并且他同意了。不错，只要天涯杀了九弟，王后便可以告诉大王，以报仇的名义击杀这名突然冒出的超级天才。这样不仅可以杀了张若晨这个废物。 还可以替七弟扫平障碍，子计甚妙啊！我和天涯先生已经商议过，他只需1000万银币便会出手。1000万银币就能除掉2个祸害，值了。这钱我出便是。什么？你说刚刚的诸神共鸣是那位天涯突破无上极境才出现的？是的，我决定了与他订婚，嫁给他。好，珊儿，你做的很对。 七王子虽然天赋很高，但距离无上极境相差很远，而且背靠王庭，即便嫁过去也是妾室。而这位天涯以前从未听过，家世必然一般。如果可以借机拉拢，我们林家一飞冲天，超越王室，不是没有可能。不错，还望爹爹早日决断。像这种天才，一旦晚了，必定会被人抢走。这样吧，明日舞狮学宫选拔。 我林家愿出100万银币当做嫁妆，只为你与他订婚。100万太少，此等天才必不会入眼，直接1000万吧。1000万，林家苦苦经营这么多年，也不过区区1000万，全部当做嫁妆。我们林家不会就此破产吧？父亲狭隘了，这种天才一旦答应，1000万家产须臾可得。我林家声威必然会风光无限，一时无二。也对。 七王子那边还没订婚，也不算毁约。可九王子那边该怎么办呢？那个废物上次凭借雄虎增力丹与宝物侥幸赢了我一次，这次我会轻松将其碾压。向天涯证明，徐武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好，不愧是我的女儿，有决断，有眼光，聪明绝顶。晨儿。 你要出门？回禀娘亲，今日舞狮学宫选拔，我打算试试。晨儿，娘知你渴望成功，但修炼不仅讲究天赋，还需时间堆积。你修炼以来不过4月有余，舞狮学宫选拔一旦参战，便有生死之危，你还是不要去了。娘亲放心，我会保护自己。再说了，我有冰火麒麟甲护体，就算有危险，直接认输，必会安然无恙。娘知道劝不住你。 记住，但凡意气用事之时，娘在家中等你。是，娘亲。去吧。哦，对了，最近有一位叫做天涯的人，很是厉害。若是遇见，好好结识。这个，娘知你不愿趋炎附势，但这位叫天涯的人天资无双，结交好了会对你大有帮助。孩儿明白了。嗯。可怜天下父母心。 娘亲，放心吧，我会拿个第一回来，不负你的期待。那位天涯来了吗？并未出现。嗯，这张卡里有1000万银币，交付给他。王后娘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爹，嫁妆准备好了吗？昨天连续变卖了我林家17处产业，已然备齐。太好了。 万事俱备，就等着天涯出现了。是啊，哦，那是九王子，没想到这个废物竟然真的敢来。表哥，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上次靠作弊赢得了岁末大比的比赛，该不会真以为自己是高手了吧？是不是高手，比试过不就知道了吗？还装呢！你和秦雅老板娘交往密切，从清玄阁购买丹药和宝剑的事情。 我早就已经知道了，现在的你不过是个人口相传的笑话罢了。笑话？对啊，没实力还装，不是笑话是什么？灵妃娘娘再怎么不孝，她也是我的亲妹妹。作为她的儿子，就别再丢人现眼、贻笑大方了。家主，像这种人，他是听不进去劝的。对了，九王子殿下，这次的比赛您可不能再作弊了哟！如果一经发现，立刻取消比赛资格。 没了那些下三滥的手段，我看你还怎么像以前一样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就不劳您费心了。表哥，我知道上次与你退婚的事情，你一直心存芥蒂，一直想找机会表现，让我后悔。不过你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还可以彻底破灭。今日我便要订婚了，那就提前恭喜你与七哥白头到老，百年好合。 七王子，今日我不是与他订婚。嗯，那是与谁？当然是云武郡国第一天才，天涯大人。你和天涯？哦，对了，你应该还没听说过这位超级天才吧？他于前几日突破无上极境成功，白光逐日，诸神共鸣，举世无双，与我乃是良配。他答应你了？我聪明、漂亮、家世好。哦，忘了告诉你，我已于前几日突破20岁的玄极境，在云武郡国也排得上前3。你告诉我，以我的综合素质，他有什么资格拒绝？拒绝还需要理由吗？你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我们便没有聊下去的必要。我本来也就没想与你聊天。既然如此，那就比试台上见吧。希望一会儿见到我的时候，你还能这么嘴硬。哼，不管他了，天涯这个身份还是要出现一下，这个王子的刺杀费还是要收的。人最可悲的是没有自知之明。只要能和天涯订婚，今天就算我拿不到第1，也能以家属的身份进入武士学宫，这才是我想要。走吧，爹。小姐，天涯大人来了。天涯大人，这是武士钱庄的贵宾卡，里面有1000万两的银币。不错，六王子果真是个爽快人。那是自然，还请天涯先生遵守承诺。放心吧，只要我参加选拔赛，肯定会挑战对手，将其击杀。那就有劳天涯先生了。这位就是天涯大人吧？在下林家家主林凤仙，冒昧前来是想替小女求婚，只要大人愿意和小女喜结连理，这1000万银币便是嫁妆。1000万银币？没错，只要答应和小女的婚约，这张贵宾卡就是你的。之前拼命都想与我退婚，而现在却要赠送1000万银币，只求订婚，还真够讽刺的。林家主真是太有诚意了，这婚我天涯答应。真的？答应的是天涯，有张若晨何干？当然，我天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那我们就尽快定下婚约。武士学宫谢长老到。武士学宫选拔没有太多规矩，凡是未满30岁都可以参加，不许作弊，不计生死。现在我宣布比试正式开始，诸位可以相互挑战了。九弟何在？我要与你挑战，敢不敢接？一出现就挑战9王子，这么刺激的吗？哎呀，听说6王子新学了一套极其厉害的剑法，9王子输定了。哎，不对，9王子人呢？该不会听到挑战吓跑了吧？人刚才还在这儿呢，人呢？这个废物肯定是被吓跑了，毕竟谢长老都说了，以他的天赋根本参加不了比赛。婚约还没签，人怎么就不见了？该不会是后悔了吧？像天涯这种天才，既然已经答应，又怎会反悔？倒是张若晨这个废物，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现在倒躲着不敢出来了，真是丢人。刚刚学了4个月就可以参加武士学宫比试的话，如果是我，这种事情真的可以发生，那我直接一头撞死得了。那你可以去死了。来又如何？6王子已经不是1个月前的6王子，而他依旧是那个废物。既然来了，就一剑结束战斗吧。是啊，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没了那柄断剑，我看你拿什么赢？对付你，还用不到尘缘。吹牛没用，比试讲究的是实力。我已学会杀生剑术，除了宁山小姐和天涯先生，年轻一辈我谁都不惧，更何况你这个废物。多说无益，出手吧。看来你对我的实力真是一无所知啊！我提醒你一下，杀生剑术一剑出击，便是生死。你现在认输的话，还有机会；一旦出手，后悔就来不及了。放心吧，后悔的人肯定是你。杀生剑术第30，灭灵炎。 六儿什么时候学会了杀生剑术？是七王子派人送来的，我看六王子挺合适，便传了。大王觉得有何不妥？剑法虽好，但是对付自己的兄弟太过于危险，而且九儿刚刚修炼没多久，我怕会出现不可控的局面。大王请放心，六王子会控制力量。如果九王子殿下躲闪不及被杀了的话，那也只能怪他学术不精，怪不了别人。王后，请注意你的言行。 我说的就是事实，既然选择参加武士学宫考核，就得承担后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了的话，那也不配做王室的一员。你梅兰那柄断剑，怎么还能施展出天心剑法？而且还是七道剑气。我何时说过要依靠沉冤？ 才能施展剑气。你输了。九王子竟然赢了，他上次不是靠作弊才获得了岁末大比的第1吗？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不是作弊，而是真实实力？你们还真相信这是他的真正实力？宁山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啥呀？这若不是真正的实力，那谢长老为何没有取消他考核的资格呀？ 是啊，是啊，是不是啊？是啊，为什么没有取消资格？我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作弊。施展杀生剑术的六王子已经冲到皇榜第6，你们该不会相信一个废物仅仅修炼了4个月就可以冲到皇榜前5吧？小姐，这会不会跟六王子昨天受伤有关？没错，昨日六王子在武斗宫跟天涯决斗，被天涯一剑刺伤，今天估计连1/10的实力都不到。 所以才会被这个废物打败。哦，原来如此啊！我就说嘛，连七王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做得到？他就是哗众取宠的废物罢了。我现在去揭穿他的真正伪装。宁山小姐昨天也和天涯大人比试了，哎，会不会也受伤了呀？啊，放心，宁山小姐乃玄机境的强者，功力雄厚，她的伤势昨天早就恢复了。既然她已经出手了，一定会将那个废物击落马下的。放心好了。 郡王，这就是你们今年选出的人才。如果是这般实力，就算是通过出靶，副靶也会是难上加难呀。谢长老，这只是比赛刚刚开始，他们都有所保留。希望我这次不要白来呀。哈，不会的。玄极境初期，天赋不错，只是也不算那么惊艳。看看再说。 如果真的厉害了，我就先收他为我的弟子。你要挑战我，张若晨，你不用再装了，你的真实实力我很清楚。现在认输，我还能给你点颜面。别每次都拿你的自以为是作为衡量我的标准。你还不至于让我去衡量。既然不想留有颜面，那就开始。7道剑气，1个月前我确实力道不正，而现在根本不算什么。谁说？ 我只能施展7道剑气。你想说你能施展出9道剑气跟我一样？我勤修苦学4个月，突破玄级才勉强做到。你以为你能和天涯大人一样，一看就会，信手拈来？试试看不就知道。既不识好歹，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天心剑法第9式——天心破梅。一剑击出9道剑气。 这每一道交相呼应，首尾相连，就犹如梅花绽放，寒风傲骨啊！不错，不错呀！哈哈哈！谢长老，这位灵令山可入你的法眼。如此年纪就有这般修为，虽然不算是过于优秀，但是刚刚施展出来的剑法都透露着灵动飘逸和鬼神莫测。 就单说这剑道，倒是颇有几分天资啊！谢长老，你好眼力啊！这灵令山突破了神武剑道之后，虽然年纪尚小，不过已经掌握了剑法的精髓。这小姑娘很是优秀，只是那个小伙子却要吃苦头喽。哦，他是我最小的儿子，今年刚满20岁，开启神武印记才4个月。4个月就能修炼到如此境界，天赋不错呀！君王，恭喜呀！只是依我看，他要想战胜这个姑娘，恐怕希望不大呀。这九王子竟然施展了同样的9道剑气，君王，您确定他只修炼了4个月？是的，他在16岁之前一直没有开启过神武印记，一直体弱多病。不对呀，这不只是剑法，他的剑气可以挡住李宁山的，说明他们的力量相仿。难道说他也突破了玄极境？长老的意思是他已经突破了？4个月就踏入玄极，这个废物怎么能有如此天赋？谢长老，他该不会是服用了某种药物，强行提升了他的力量吧？王后娘娘，您是在质疑我的眼力吗？九王子气息绵长，真气雄浑，力量沉稳，剑气纵横，他是不是服用丹药来提升的，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是，多亏提前找了天涯，不然这家伙的确是妻儿最大的隐患。你竟也修炼出了9道剑气，看来1个月前能赢我，也并非完全依仗兵器。不过即便如此，你也输定了。前2天我跟天涯大人比试过后，对天心剑法又有了新的看法。我发现前9式融合在一起，竟然可以凝成一道新的剑法。你作为第1个见证者，就算死也值得。你能领悟这招还算不错，可惜遇到了我。天心剑法第18式落月惊鸿。18道剑气，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林家主，这是怎么了？九儿使出了18道剑气。善儿修炼的天心剑法是我在清玄阁为他购买，根据秘籍记载，修炼到最高境界也只有9道剑气。善儿能悟出第10式，已然是很逆天了。而九王子却使出18道剑气，难道什么？难道善儿修炼的只是阉割版，而完整版在九王子手中？想练，那就自己演呐！汝人者，人恒汝之。想买啊，自己捡起，我就卖你。原来是他，难怪堂堂高手会轻辱于我。原来卖我天心剑法的就是九王子。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心碎成功，成为真正武者了。这……他和姑娘用的是一样的招数，都是非完整版，只是他用了一些巧妙的手法，将剑气一分为二。这9道剑气就变成了18道。什么？剑气也能分？不错，他的这种手段之玄妙，就即使我都很难施展。没想到他竟然学会了，而且九王子还用得如此顺畅，这样的天赋实在太可怕了。不可能，天心剑法你不可能施展的比我还高明，我不信！天心望月。天心剑法第27式月桂蟾宫。这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他竟然领悟了1分为2，还做到了1分为3，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我一定要将他收为弟子。完了，这18道剑气都很难抵挡，27道怎么挡？然而一定会输。九儿竟然有这种天赋，不仅开启了玄极境，而且在剑法上也远远的高于灵令山。不是说他只是开启了不入流的神武印记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就是个废物，怎么可能比我妻儿还要更有天赋？哼！不好意思，给你了1个月的时间，似乎依旧不是我的对手。张若晨，原来你真的并未服用雄虎增力丹，而是靠自己真正的实力，那柄断剑也没有问题。你是真正领悟了天心剑法。我一直说我没有骗人，只是你们一直不信罢了。你不用得意，就算你没有作弊，这次选拔赛真正的冠军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宁山，妻儿一直在外面，不曾回来过，也参加不了这次选拔，自然也教训不了这个臭小子。皇后娘娘，你想多了。 我已经不打算嫁给七王子了。你说什么？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了更加天才的未婚夫，并且他已经答应跟我订婚。现在七王子跟张若晨一样，都是被我推婚的小丑罢了。是谁？比我儿还更要天才？他就是云武郡国真正的第一天才，让我心服口服，主动奉上1000万彩礼也要嫁的人，难道是他？比九王子还要天才的存在，七王子殿下，我听说过。 风姿卓绝，天赋无双，比他还要厉害。林姑娘，你说的这位是何年纪？是何实力啊？回禀谢长老，具体年纪我并不知道，应该不超过20岁左右。至于修为，应该是刚突破玄极境，玄极境初期。20岁不到的玄极境初期，这个天赋也不怎么样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七王子12岁就突破了玄极境，现在应该是在我们武士学宫的对头云台宗府那儿修炼吧？哦，是的。林姑娘，你凭什么说你的未婚夫是郡国第一呢？他达到了无上极境。无上极境，无上极境是神灵一样的存在，一旦突破，前途不可限量。 那他确实比七王子高多了。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他叫天涯，不出意外，应该就在台下。天涯，该你出场了。天涯大人呢？天涯大人，天涯大人，天涯大人，天涯大人呢？天涯大人不在，该不会没来吧？不可能啊！我刚才还看到他了，怎么可能不在？是啊，你确定天涯是你未婚夫？ 而且答应你与我比试，并且杀了我。不错，不过他可能暂时出去了。只要他来到，你就死定了。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位天涯？什么？你就是天涯？我拼命与你退婚，想嫁给七王子，结果为了跟七王子退婚，散尽家财，只为了嫁给你。不，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怎么可能？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达到无上极境？更是突破了玄极！我不信！我不信！天涯就是张若晨，我们林家完了，我们林家彻底完了！我给了1000万，原来是让他自己杀自己的。他是大王的儿子，又这么有天赋，这么下去不行，王位我儿肯定争夺不过。 我要他死！青罗，给我动手杀了他！是。放肆！父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韩青罗就是杀死八王子的凶手。 大王，饶命呢！我也只是想更好的保护妻儿。来人，把这蛇蝎毒妇给我拉下去，打入冷宫。没有我的命令，永远不要放出来。是。九儿，没想到你的天赋竟如此之强。今日起，灵妃封为贵妃，搬进坤宁宫。成儿，为父赏赐你洗髓液100瓶，银币100万，就当是为父。 这么多年对你的补偿，多谢父王。六王子，你屡次想要加害九王子，不顾兄弟手足，大逆不道，即日起逐出王宫，贬为庶人。父王饶命！父王饶命！父王饶命啊！林令山、林凤仙、邪灵府屡次冒犯九王子，不顾王家颜面，勒令抄家。 所得财物，全归九王子所有。是，都怪我，都怪我，不知道九王子有如此天赋，为何要是阿宇的退婚？李家的列祖列宗，我林凤仙对不起你们呢。陈二，为父处置的，你可满意啊？父王公正无私，陈儿满意。九王子就是张若晨吧？你的天赋异禀，可愿意随我一起回去，成为我的弟子呀？我愿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样，你系好脖子等着，我会去找你的。